的。最重要是看你有没有那个心哦。如果你有那个心哦，就算再难、再不会或者从零开始哦，你还是哦可以学得到的。你们要记得 every second count， 你们每一天付出的努力呢，都会在一定的时间得到收获。你觉得你加入后付出了怎样的努力，让你得到你今天的这个成绩？青春头发。自己未来目标的话，其实就是跟着公司走，跟着One Union走，然后跟着JBL的路，然后让我们一起赚大钱。那你今天付出多少的努力，你就会得到多少的结果，因为结果不会陪你演戏。我觉得你用什么态度去对这个行业呢，它就会给你相等的回报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很认真对待这个行业，不要浪费。我今天做得到，你们也做得到。